定要去录音，录音是紧张的，是期待的，很期待。今天又要再录回到录音室，真的难免会开始会有紧张。我们今天要录我们的 Fusion。嗯？什么？你要说什么？我们来自我的态度，我的专业，专业，我的 profession， 我的 action， 叫一个。心情现在就大概像他这个叫声一样。没有错，你来这边的好奇心大过一切。真的，我同意。这边好美。They go and call me pink, pink, pink. 那你等会想第一个唱吗？可以，团队中有这种人真的是很好，很重要。哇，练很熟哎，赞赞赞！等上台的同学笑，如果过瘾的话，不要笑，一定会笑。Oh my god， 那我就故意播音，技术性播音。那你觉得刚刚上一个交完报告的同学大概有？再给我讲一次啊！你刚刚在里面听吗？那你觉得怎么样？等一下要拍很黑，林宇辰。你要对这个有关吗？干嘛攻击你？先攻击我？不是逆光，就你刚刚20分吗？过分！我觉得刚刚很棒，帮我亲你一个，谢谢。先不要，你我自己也是在机器开着我这样讲，有没有一种被打然后也很幸福的感觉？真的，因为这个鞭策出来的东西真的是好的。我现在访问即将应战的人，心情怎么样？虽然已经不是第一次录音，他还是紧张。这个真的，老师好，好加油。我等一下让你知道什么叫脱缰野马，脱缰野猪，会冲撞的野马，野猪。左一句右边一句，全都变成无趣。我将自己留一个谜。OK 了，开嗓一下，开嗓一下，下一道会更好。一个人唱完是真的为难啊，其实。超级，我觉得这个人家有精神分裂。真的喉咙状况没有很好，不好意思吗？等下不会是因为我今天早上吃麦当劳吧？我本来想说吃一些油的东西可以润喉润喉，但看来我不适合这一条，不然我们现在上诉一条。左一句右边一句全都变，完蛋！现场，我还有时间可以练，拼死都要给他唱好。舞台上见，各位。别想我对自己在说话，要难躲吧，不要再说什么冠冕堂皇。耶！录完 Prince 了。其实这首歌我有很多喊来喊去的，所以刚才喊得很爽。一开始在听琛哥哥，然后这样帮他录，对，然后录一录，被我帅到。我就这样。为什么？你睡着了？睡对，我那么嗨耶。那杰明，你说我刚才唱的怎么样 ？Call me Prince， 那里很有趣，就是低音跟高音离合的那个地方。你是不是恋爱了 ？Call me Prince，Call me Prince。他恋爱了，我要把你的杰明抢走。我要走了。我很怕我没有考60分，我就要被妈妈打。妈妈在那里。就在前面一点的地方，谢谢。我要亲他。不要了，你亲会不开心，你侵犯了别人的气场。Oh my god！ 我刚刚当掉了，我觉得可以再有自信一点，真的，就是有一点有一些发力不太敢发出来的，自信的呀，冲出来。好，他的声音是特别的，对，他的声音是特别，他本身的声音是特别。放松一点嘛，你看紧张的凌晨，我靠，破音吗？你都故意不唱，怎么会破？笑哎。你是他有那个手，那个手自己那边。Rising up, L O L。很喘呢，很喘，超喘的，口干舌燥，犹如沙漠。准备吗？我不会背，但是我很紧张。我刚刚听到几个 take 破音。我就自己在那边偷笑，佩服老师他们可以忍住不笑破音的事情，也很开心刚刚有被老师夸奖说你的气息还不错，因为其实气息是我之前一直在狂练的东西，我歌唱课也都被老师说，哎，我看你这里的气息就是偏弱或者是不太会掌控，但刚刚有被夸奖到，我就觉得都值得了。欢迎董哲威，噔噔噔噔 ，OK， 这样吃炸的，我把皮剥掉。不会对喉咙影响。那你除了吃那个还有吃什么吗？
薯条、啊，吃了几根薯条？薯条好像有吃。我是一个非常注重保养的人，我刚才吃了过敏药、维他命 C、B 群、喉片，已经吃了这四个。然后早餐呢，我就不吃炸的。平常我是很爱喝手摇杯的人，我今天点什么？薰衣草。我要净化一下我的，因为我刚……等会它也是手摇的一种吧？不是，它是、欸、它是茶薰衣草，对对对。还有加糖吗？哦哦，我本来要选七分，但后来选半糖。前面吃的那些药真的就是浪费掉了。我要说，我没有点冰，我点什么？我点热。我现在在保存体力，因为今天录音一定很低。对对，今天精神状况很好，声音不错。对，因为其他人听起来有的就是像没睡醒啊、过敏啊，但你听起来没睡醒啊、过敏啊。我只是现在外表看起来是吗？做一些表面功夫的早晚被攻破，我自己的顽固带来不少收获。Elevated, oh just Vegas, what you say？ 摘掉全部的白红。今天第一次碰到就是这五个人，然后录完音以后觉得怎么样？超有礼貌的，而且其实他们唱歌很有表情，然后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色。陈恩他的口气特别帅。国安他的尾音好特别，很喜欢，很开心，很荣幸可以当这次的配唱。谢谢郑哲老师。整体唱下来的感觉，耳朵很煎熬啊，没有第一次那么紧张，还需要再努力。整首歌唱完真的很累，好累哦，但唱得很爽。飞山，飞，飞对。其实我有点紧张，因为昨天我讲话都会闭嘴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你昨天吃沙茶锅。怎么样？他说嘟嘟哎，胡椒嘟嘟。这个、所以 OK 啊啊啊！我是有沙茶的声音吗？刚刚同理哥说今天会很帅哦。对，然后今天很帅、哦。我今天要唱很多东西会很帅、哦。我觉得真的这首歌一用起来会非常丰富。对，又再加上、就是、加什么笑声啊，然后叫一些。Woo yeah！ 我是觉得啦，我应该是包办大部分。啊！有自信，你有自信。那你们来，我太爱乱喊了，没有办法。猜一下，你们觉得啊是谁？一定是我，还能有谁？啊啊啊啊！什么风格就什么风格，这就是叫标准的标配。OK， 好好一下，好好来来来来，哈哈哈哈哈哈。好，哎，哈哈哈哈哈哈，哈哈哈哈哈哈。哦、那个戴戴那个戴尔，最后是博安。那我不想听。是是啊、好好好，那个我有抓原版的上来，但我刚才听你们的声音，我觉得完全可以用你们的声音做。然后我刚才说好好看看，帅，然后就大概挑三个这样。刚有人喊太大力，然后刚刚在找喉糖。经历三次录音，终于把这条歌给录完了。在等待的时候，我有听到制作人在剪一段的歌声的时候，阿卡贝拉吗？很夸张。对，没有，因为我们两个是最后的。对。然后我们在录那个 A O 的时候，阿卡贝拉超多声音，我说哇塞，我这样唱不进去。我的天线接起来，再跟那个 pitch 就很。我的名字蛮 Jimmy 嘛，然后这个就是赫鲁斯之眼，然后是太阳的那一只眼睛，那这个就是开关 ，check it。所以我要打开了。哦。没有。李宇春做了一件事情。他大概花了一个小时，他一本字重画超多次，他一直这样叠上去，叠上去，他一直打饼哦，他一直打饼。他这个影片隔天他要去演出，这也会是造型之一。我觉得大家可以拭目以待了。你知道为什么揉眼睛会痛吗？因为拭目以待。对不起。